1946年9月初的一天傍晚，一场村民大会在元宝屯如期召开。按要求，全村男女老少都应该参加这场大会。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能容下几百人的会场依然空空荡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朱河县元宝屯，也就是今天的元宝村，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志市的一个山坳中。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元宝屯村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原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但他们没有等来好日子。 当时的中国广大农村中近80%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许多贫农缺衣少粮，最穷的人家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有的妇女因为没有裤子穿，不得不起早贪黑，赤身露体的去地里摘菜。 元宝屯成了有名的光腚屯。水深火热中的广大贫苦农民，无不盼望早日翻身，过上有吃有穿、有地种的好日子。对于人民的苦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各地苏区就制定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份首次公开的珍贵史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从海外征集而来，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完整而全面的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主张。 抗战时期，还根据抗战需要，共产党确立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到了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五四指示，决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标志着党的土地改革政策。 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为切实贯彻五四指示，东北局抽调大量干部奔赴广大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他们宣传党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 引导贫苦农民开展诉苦运动，发动群众分田分地。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当时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都曾受到过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账。 通过诉苦，不但可以增强内部团结，还可以提高全体指战员为劳动人民英勇奋战的政治觉悟。诉苦运动在部队成效很好，很快便推广到了全军。当收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诉苦经验报告之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并转发全军，不但将报告原文进行了认真断句。 修改标点符号达48处，修改文字更是达66处之多，而且还特别要求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 很快，诉苦运动便成为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46年9月初，当时还是一家机关报社副社长的作家周立波，随领导来到诸河县检查工作。在听到元宝屯的情况介绍后，周立波请求留在这里进行土改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当地土改工作队副队长。虽然元宝屯之前有一定的土改基础，但是当周立波召开土改大会时，到场的村民却寥寥无几。经过一番了解，周立波才弄清原委。当地地主为了捣乱，专门请戏班子进村，村民们都去看二人转，自然就没有人参会。不仅如此，当地残匪还散布谣言，扬言要踏平元宝屯。群众有了顾虑，土地改革便无法深入开展。如何才能迅速打开局面，成为摆在周立波面前的难题。周立波立即对全屯进行了摸排，还带领土改工作队队员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班，白天帮村民干活，晚上就到村民家里唠家常。从与地主斗争到家庭琐事，从风土人情到个人遭遇，几乎无话不谈。很快，村民们便放下了戒备，对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元宝屯贫苦村民觉悟提高后，周立波决定开始召开诉苦大会。每一次诉苦大会都是在村民的一片哭声和愤怒声讨中结束。元宝屯的诉苦大会大大激发了广大村民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的愤恨。在周立波和土改工作队的努力下，元宝屯的土改斗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工作队队员们还组织带领穷苦农民拟出土地分配方案，带领他们量土地、平等级、分青苗。一开始农民心里没有底，就怕土改工作队一走，共产党一走，这不就那什么了吗？头一天分了这个东西，有的人就晚上偷偷就给人送回去了，就怕变天。哎，你们要走了之后，那么他不得找我算过账吗？这样呢，周立波又挨家挨户地送回去，跟他说共产党是不会走的，我们走了有共产党政权在，你们翻身农民不会再受欺负了。当时元宝屯一共有402户人家，全屯按人口平分土地，人口少的家庭也能分到15亩地，每4户还能分得一头牛或者一匹马，以及粮食、衣被、耕具等物品，真正实现了翻身当家做主人。1947年5月，周立波决定创作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起笔后仅用50天，周立波就写出了上卷。这部小说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暴风骤雨》。故事原型地元宝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土改第一村。当时土改真就是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呀，千千万万像赵光定那样人斗争，像地主韩老六这些人，然后他们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屋，摆脱了过去受压迫、受残酷的盘剥这种悲惨的状态，因此呢忠心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消灭土匪。元宝屯的土地改革只是当时各解放区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缩影。事实上，到1947年春天，全国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1947年春，在东北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中，另一支由10余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悄然来到了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在这里，农会会长、共产党员李学思是当地土改斗争的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靠山屯和附近村屯的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牲口、房屋等胜利果实。当时形容嘛，是白天用枪杆在前线斗争，晚间用算盘在后方斗争，就算地主这些福财分给大家。靠山屯地主的福财令人瞠目结舌，仅绸缎、布匹、衣物就有六马车之多。当分到土地和福财后，李学思激动不已，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真挚之情溢于言表。突然，李学思抱起分到的东西，一步登上会场中间的桌子，大声对数百名农民说，他们应该喝水不忘挖井人。说到动情处，李学思热泪盈眶，还说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因为不识字，第二天晚上李学思就把土改工作小分队队员百杰和农会干部请到家里，请百杰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饱含真情的感谢信。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信的结尾署名是哈尔滨市故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此后几十年里，李学思仍会时不时地向儿子李德荣提起那段土改往事。我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做非常骄傲的事叫啥呢？给毛主席写信。我父亲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翻身不了。解放区广泛开展的素朴运动和土改运动，不但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人民军队也由此得到空前壮大。正如当时翻身农民所说的那样，穷人挨饿受冻，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因此他们纷纷加入自己的军队。仅1946年8月至10月，短短三个月里，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加入人民军队，许多地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村干部带头踊跃参军的动人场景。源源不断的兵源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保证。1947年夏，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不断接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改运动。为了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7日，西柏坡恶石沟打麦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一场由刘少奇主持、共107位各解放区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由于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与会人员不得不置身在篷布之下。在半个月汇报问题的基础上，又经过近两个月的分析、研究和讨论，会议在9月13日闭幕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毛泽东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施行。这份首次公开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毛泽东修改稿，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决心。作为一份划时代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后当时公开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和解放区的土改相对应的国民党农村，一方面是苛捐杂税非常重，每个人要负担50斤的田赋，那你家里有几个人就要几个50斤。另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到处抓壮丁，所以农村当中的青壮年已经跑的跑抓的抓已经很少，所以这就和解放区所搞的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纷纷支援前线，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这份珍贵的地图是中国解放区县市图，出版于1947年11月，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从海外征集而来，现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真实反映了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大部分解放区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然而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主要是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侵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等。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办法。这就是著名的12月会议，它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抓土地改革，非常关注并希望通过总结各地的情况和经验，形成正确的政策、策略和办法。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情况，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分析、梳理归纳，不仅客观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习仲勋先后三次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如实报告了陕甘宁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这封首次公开的电报是习仲勋在1948年2月8日发给党中央、毛泽东的，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真实反映了习仲勋的土改纠偏工作。边区的老区地主富农可一般的不扫地出门，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请中央注意。
我拟再做研究后，发以关于农村合理负担指示必改正这一偏项，详情后告。对信件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特别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左的错误。除了习仲勋之外，1948年1月，任弼时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中央随即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主席立即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确轨道起了重要的作用。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为有秩序地推动土改运动的开展，中共山西潞城县委于1948年2月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张庄村等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文化教育中心北方大学，准备组成一个到张庄村的土改工作队。一位名叫韩丁的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提出参加土改工作的请求。韩丁原名威廉·辛顿，1945年来到中国。由于他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自愿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北方大学的邀请担任教授英文的工作。韩丁提出请求后，没过几天，北方大学就正式批准韩丁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参加土改。此后半年，韩丁和其他土改工作队成员一样，白天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参加土地工作会议，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张庄土改时期大量详实的资料。回到美国后，经过长时间的构思，韩丁终于在18年后的1966年创作完成了以张庄村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翻身》。翻身曾这样评论：中国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正是因为韩丁亲历了中国的土改，所以他才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深刻体会到这场变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民分到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这份首次公开的档案是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概述，真实反映了1947年和1948年中国四大解放区的土地分配情况。1948年春耕前，每人平均分得之土地为华北0.22公顷，西北的晋绥0.484公顷，陕甘宁0.514公顷，华东的山东0.162公顷，华中0.19公顷，总平均每人得0.263公顷。如果换算成以亩为单位来计量的话，当时总平均每人可分得约4亩土地。广大解放区农民从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和之前每个农民几乎没有土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土地改革，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纷纷地加入人民军队，
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俘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担任战地勤务。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就这样在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下化成了泡影。已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最后决战。